左边就是蒙威尔本季的一个数据，那防御率比较稍微偏高，来到 6.39 啊。不过其实他的一些状况，我觉得有时候是会有这种一局爆的这种情形比较多。对，今天可以好好来发挥一下。对，可以好发挥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哎，这一球打到球棒，到底是打到手还是打到球棒？哦，打到手哎，丢球呢？但是他有挥棒的这种意图吗？那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判决结果。哦，触身球，触身球，啊，变化球等等都不错，状况其实调整不错。哇，突然二传球再往一垒送，double play 双杀手背，能让小球 kick kick。这球出手在中外野方向的平飞球，哦，中外野手承接线 diving catch， 没击手背，帮了投手一个大忙，都打出全垒打的打者是大地士，这球也打得不错，在中外野方向往前再往后，满球数的对决，哦，擦防被捕遭到了三振，蒙威尔今天飙出来，没错。然后两坏变化球进来，打者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。哇，味道高的味道，对，遭到了三振。第一球就出手在右外野方向，林晨勋遭到了截杀。两好三坏，对决的时刻喽！这一球最后让打者变成了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。看起来比较喜欢滑球，对，确实吊中，精彩，遭到了三振，我很扎实，右半边，哇，可惜啊，直接被一垒手高国庆给接球踩垒包，轰，没错没错，秒三坏，接球打成在左外野方向，左外手已经是就定位锁定住，接下出局。结束了这个半局，刚刚那个滑球也投得蛮漂亮哦，哇，被逮到，哎呀，左半边，打给金手套，运气不盖好，由陈品杰球速来到一好三坏，哇，结果投出了保送，对，这场比赛魏群龙第二位的上垒者，也上是获得保送的陈品杰，右半边，一垒手，22岁的高国庆，哎，今天可以在。保持低调。哇，坏坏坏坏，还是保送了哈。外角，哇，忍不住，断不掉掉。嗯，好掉掉呢。除棒过半遭到了三振，形成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。换的像林敬凯其实也发挥得很好了，前半段当然不用讲，郭富林、林安可都有很好的表现。嗯，凯所以就已经开始走马换将了。再来看一下林子豪，难道他那边真的没问题？轻松愉快，肩膀又不担心手背失误，可是他怕的是说可能会受伤。对，所以后来就打消了这样的一个念头。嗯，好，获得保送，说着说着他就保送。嗯，今天来到六局上，一样还是满球数，蒙威尔对决曾陶荣，打击出去高弹跳，再来考验一下林子豪，哇哦！这个弹跳的掌握实在是他的个拿手好戏呀、啊！嗯，两好一坏，勾回来打右半边，一垒手接球，蒙威尔去补位，没问题。还是满球数，接球，哇！这个球技的第八 K 哦，嗯，灌很多水吧，局与局之间的那个空档。满球数，接球，哎呀，投出了保送啊！哇，缠斗了许久，让。朱祥林获得保送，对，这真的是很不妙，因为又增加了蒙威尔用球数，现在比、嗯、现在球数蒙威尔绝对领先，挥棒落空，嗯，这个时候再用三振来化解危机，记录依旧持续当中，118球，但因为记录持续当中，哇，哎呦，有机会哦。右半边捕手冲过去，漂亮！有帮忙，有帮忙。陈冲宇也是一个美技接杀，真的是那个汗水。两好两坏，
这球又半边人，哇、哦，一人手！你有看到22岁的年轻小伙子？这一个美籍接杀太重要了，很紧张哎，好紧张啊！跟你说，小贝也很紧。这球中间方向，二人手反手接起身再传，好的。哇，二垒手、一垒手、捕手，你们真的是投手的好朋友。这个半局蒙威尔又是三上三下，够厉害。再来面对到是李凯威，这球打击出去，在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一垒，一出局。金控大战，中英兄弟最后6-1击败了富邦。我现在来看到这一球保送，哇，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偏高的球路打者忍住，两个好球没有坏球，哎，出棒了，第9K， 两出局，再一个，这个也蛮猛场的，拼了，那一定拼了啦。再一个好球，再一个出局数。我猜速球哎，你刚刚那个球它有一点飞慢。嗯，蒙威尔单场的第142球即将投出。对啊，速球。罗考，安打比赛达成了，蒙威尔恭喜，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11位达成。五安打比赛的球员，哇、wow, 恭喜，太厉害了！前一次有投手可以投出五安打比赛，也是同一师的瑞安，2018年的10月。哇、wow, ，这是中华职棒用最多球数达成五安打的投手，用142球。我刚好确认过，确实他是第11位达成的。那前面一位就是瑞安，所以相隔了有两年之后，哇，真的是精彩，蒙威尔无话可说哦。这场比赛用了142球，飙出了有10K。嗯，那虽然说这个投出的比较偏多了6个保送，不过 no hit 哦，哇，而且是13-0大胜对手，真的是写下纪录。对，曹总怎么样看今天蒙威尔的表现？嗯，除了球速用的比较多以外，我觉得整个内容都相当的好啊，不管它的变化，对它的速球的速度啊，控制球的能力啊，都展现得相当好，精彩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也很难得见证这种历史的一天。对，这其实应该也不用猜了，就一定蒙威尔会是今天的单场 MVP。对，那再次恭喜蒙威尔用了142球投出了中华职棒史上第11场的五安打比赛。嗯。这个热血紧张时刻啊，真的先请观众稍微先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就回到我们的颁奖典礼。永清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。